幕会好啊，欢迎来到擂台，我是蓝虎，咱们继续来看一个175的一个剑会单挑哈。观战方是一个石头岭，对战方呢是一个摩天宫。说实话，摩天宫这个版本说实话有点没落哈，毕竟这种传统的一个法系太强，是吧？人家别的一个法系一直在增强，然后这种摩天宫的话，一直没有增强哈，也没有被削弱。这样的话，其实就相当于，是吧？他就被削弱了，变相的也是削弱了哈。所以这种摩天宫的一个出场频率还是不高，而且也非常少见啊。我还是给大家，就是找到了一场摩天宫的一个比赛，让大家一块来爽一爽，是吧？对战方也是选择召唤。观战方直接选择鹰击，双方的一个硬件啊，其实都差不多啊。对战方继续选择召唤，哎呦，对战方的一个宝宝是带高感知的啊，打起这种隐身的一个宝宝也是非常舒服。观战方继续选择应激，可以看到哈、啊，像这个时候这个摩天宫的一个轻宝宝能力，就略显微弱，是吧？对战方直接被观战方拿捏的死死的，一把雷霆万钧，我的天，宝宝直接神佑，好在宝宝是补了一刀啊，要不的话对战方很伤。对战方必须赶紧出宝宝，因为我的天哪，因为就对面的一个，说实话就对面的这个黑色童子是吧，根本扛不住。观战方也是继续选择鹰击过去，哎呦，对战方直接就是扛不住，一把杨枝甘露扶起来。哎呦，感觉雷霆万钧秒过来，这个打击感还是非常舒服的哈。对面触发了一把163，又触发了一个门派的一个特性躲避。看一看对面选择召唤，这一把对战方很舒服。观战方继续选择应激，确实啊，像这种法系打这种，哦呦，这种法系打这个尸体战啊，确实也很舒服。对战的一个对战方拉出的这个极极国王是吧，伤害也是非常爆表。哎呦我的天哪，一棒子直接撸了4000血。哎呦，观战方的一个宝宝又神，感觉观战方的一个宝宝神的一个几率太大哈、啊。其实对战方这一把的话，说实话完全有机会啊，看一看对战方的一个孩子能不能触发一把神佑哈、啊。如果触发了的话，这一把还是能打的。哎呦，对战方的一个孩子直接逃跑了，哎呦，没有逃跑成，关键是我的天，感觉拉起来还可以再秒一把呀。